谢谢我们优秀的乐手，我们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。 Hello. 峨眉传奇，做自己的英雄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卫视峨眉传奇。25，我们现在在贵州省三都县。我是东尼，我是董江涛。本场比赛是男子63公斤级泰拳规则的超级战。 红方选手是来自曼德拳馆的韩子豪，蓝方选手是来自法国的埃梅里克。这个韩子豪呢，现在常年在泰国进行训练，在泰国曼德拳馆进行训练。那么他对手埃莫里克呢，是法国的泰拳冠军，也打过泰国的 Max Muay Thai 的这个比赛。两个人呢，都是在泰国进行训练。是的。 那么刚才好，经过这个短暂的这个拜师，我这么一个仪式啊，比赛马上进入这个正题。来。 是训练于泰国的异乡人，所以打法上应该各自带有本土这个打击技术的特点。韩子豪是167.6，埃莫里克呢是165，就是看韩子豪身高上啊有很大的优势。那打泰拳呢，金人残暴，有西有肘，身高上的优势呢就可能更加利于作战。哦，这个反击非常危险啊，这个。 韩子豪在上一场比赛是KO了日本的这个井上骏，是目前为止在国内打拳泰拳规则的很少见的一个选手，并且他在泰国，打泰拳外国人里面很出名，在泰国的外国人里面打泰拳，韩子豪也是比较出名的。冲！可以代表中国选手，引战有很多泰拳高手。冲！又一次挑摔。这场比赛里面可以运用肘击袭击以及缠抱。 像那种带摔的也会被纳入这个评判的一个标准，对。冲！双方确实进入到非常火烫的节奏，在第一回合。好的，肘击横肘，但是这个对手就后撤了，没有打中。冲！ 往前压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打踢拳比赛可能身体短了，它叫身体这个。
矮的他想要进去打进行组合拳和交叉动作，但是在泰拳比赛里面打身体矮的这个选手他一般的不敢太多。Shorties on the pole, let's get it poppin' in this bitch. Me and my clique coming through, that's how we roll.